小遥控玩。小狗你在干什么？小狗你在干什么？不能咬我的书啊！停下！小狗快住嘴！不需要，放开我的书！爸爸快来呀、怎么回事？爸爸，小狗打扰我学习，把我的书咬坏了，笔也咬断了。这样啊，那关起来吧。5分钟之后，明明是他捣乱，为什么被关的是我？关起来，喜欢记得点击订阅哦。